找人。找谁呀？我老婆。哎呀，这淡季来的客人呢，到底都是些既浪漫又不愿意掏钱的客人。他们俩是干什么？自杀。由于天气原因，海上航线即将关闭。我要找的那个人也爱跳舞。你找不到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丈夫也是你这个样子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你成熟一点好吗？面对现实。我是满足不了你了。